Hello，Hello，嘉欣。Hello， 嘉欣。看到爸爸，你看到爸爸妈妈，应该很开心哈。我们本来没有打算过来的，但是我们想，我们没有来你会不高兴。对。铅笔油，擦皮油。啊？橡皮擦。啊，橡皮擦，我说什么？擦皮。橡皮擦油。担心，我想妈妈要担心，在家你在学校不要担心。你要什么？你要读，他们要什么？是不是在考试？然后看对啊，不要啊随便写，不要是这样子的。和看时间，因为好像写有一点慢点。不是，老师说考试会发呆，他要是不发呆的话，时间就够。昨天我们已经说他不要发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因为我有说他发现这个是最后一个，他都可以说有难的，因为这个是一年学的，但是也不要担心，因为每年有这个。走路。什么问题？但是好的，这个是他的第一个大的考试。这个事情，我想每个父母现在是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高中的哇，那个时候会非常怕，但是现在也有准备了。今天书包怎么样？好的呀。妈，我有怕。你有怕什么？考试。不要，你都知道浩姐，你都会，我告诉你。听到了？好的，加油，浩姐，妈妈爱你。啊？好，加油，快点，快点。浩姐现在情绪呢？我有非常非常担心。这个怎么想？他考试好，我不要100分，不要他的头里有东西，不是他想是第一名，你知道？我明白，就是在学校学到东西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要是他会用他在学校学的，他会考好，加油！我知道，阿姐我爱你。但是这次也要毕业，我们现在要进去，然后毕业的时候。啊，我们进去拍一个给嘉欣的视频，对呀、啊，然后毕业晚会上嘉欣可以看。是。但是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因为我的汉语没有好。我为什么会让语系嘛？他会听得懂吗？那么多家长。对。哎呀。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随便说。随便也不听不是吗？随便说。我每一次都随便说。我随便。然后让嘉欣随便听。我随便不会，因为我的随便不行。可以。你要说什么？可以了，开始了哈，开始了。Hello，Hello， 嘉欣。Hello， 嘉欣。看到爸爸，你看到爸爸妈妈，应该很开心哈。我们本来没有打算过来的，但是我们想，我们没有来你会不高兴。对。你的幼儿园马上毕业了，你要进入1年级了，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哈，
开心阳光。不错，但是我要说乌克兰语。Софійка, зірочка моя, я тебе дуже сильно люблю. Ти моя принцеса, ти молодець. Ти сьогодні закінчила садочок, тепер ти йдеш у перший клас. Ти будеш розумною дівчинкою, яка буде дуже гарно вчитись. Мама і папа тебе дуже люблять. Папа, мама, ай ми. Що ти пайхала? Ця сім перша подала би тобі красивки. Мама, папа, я мовлю мене. Миша, я опять сім. У нас і. Що ти жа? Ви. 我们现在下来要回家，而且这边我的高考成绩在。哎呀，卡姐，你我告诉你，你有毛病。好的，考好，考不好，这个浩军在考。你担心不担心？你不会帮忙？我是怕妈妈，我不会不担心，你知道吗？小事情我也会担心，那个包放。走，我带你吃冰淇淋去。不想他，不想他就不担心了。妈妈，我非常担心今天，我今天有考试，今天最后一个考试。今天考试，对，没事，他挺幸运，他挺幸运。可这样，妈妈结果拿起来两次都没吃。然后我们今天又去学校拍视频，最近毕业的时候可以看我们。嗯、对、哦，然后这个说汉语，我说乌克兰语。哎，乌克兰语汉语还可以。啊，乌克兰语，我这个要和嘉欣说话，大家听得懂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嘉欣听得懂。没事，浩军今天肯定能考得上，挺出名。还是要说100分。吃冰淇淋还紧张吗？不要想这个，我现在不没有想，我想吃好吃的，好吃吗？这个好吃。啊哈，贵呀，好吃。这多少钱？15块。15块？嗯，买斤肉。15块。15块小肉饼，一斤肉一家一起吃。我知道你会卖5毛钱的。冰淇淋我买你贵一点，要你尝一下好吃的呀。你看我吃便宜的，你吃贵呀。好像这样子以后妈妈可不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干嘛？4块钱一个。